可以明天来测试一下4K 30帧的效果。哦，飞机要起飞了。珍博爱心餐，好，哦，八点了，就在送便当了。台数898。这个烟雾效果，顺便试一下。
30帧的效果，看会不会比1080的60帧的效果好，来测试看看。这一段算是测试影片，如果画质比较好的话，这一外就考虑都用4K 30帧去拍，应该画质我觉得应该会比较清晰啊。高雄的天气好像雾蒙蒙的。幺六，应该再高一点。方向灯啊，哦，空气不好，16喊不到人啊，16，来试拍一下，4K 30帧效果如何？8分钟了，这个影片已经8分钟了。顺便测试它的编辑起来的效果也是如何。10分钟就好，来测试一下。OK。